大家好，我是金安阿古摩瓦丹。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号的原视晚间新闻。先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花莲藤文部落太鲁阁族人阻挡林务局将传统领域的林木搬走，有律师认为，依照原计法的规定，林务局必须要取得当地原住民族人的同意。春节疏运的台铁准备开放网路订票，1月7号东部干线跨线车，1月8号临时开放西干线，不过许多民众怕抢不到票。由于行政院民会核定文还未发下来，太雅族的南湖大山部落学校老师的甄选没有办法进行，原本计划1月开学，要延到3月份了。好，新闻一开始要带来关心的是，昨天清晨4点多，花莲县李姓男子前往秀姑峦溪口来捕鳗苗迎曙光，不慎落海失踪。海巡署岸巡大队接获通报之后呢，立即的申请空勤直升机来搜寻，不过这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寻获。海巡署呢还是会持续的来搜救，希望把握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继续的搜救。1月1号前往秀姑峦溪出海口捕鳗苗李姓男子，空警直升机仍然持续不断在空中来回盘旋搜索。失踪的关山分局李姓原警是台东市人，他的家人特别在现场烧纸钱，希望能够赶快找到李姓原警。根据目击者说法，当时看到李姓男子不小心失足落海。来过来，三飞来一滴啦，三内，哦，三内，一个人在那熬啊，要带来就登陆三内，弄那弄三内。Waktu mbak Alau tu niat tahu kula na tahu lah kira mati tertai lah kira, tala teluk sana itu sana. 所有集合的我们所有的岸巡人员，还有海巡人员以及甚至空侦队来实施的一个岸海空的一个联合搜救。那直至昨天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们搜救的情形啊，现在目前都还没有斩获。那当然我们也是在这个急民所急的方式的想法之下。也持续在帮忙来搜救这个失踪民众。秀姑峦溪出海口时常传出因为捕鳗苗被海浪卷走事件，因为秀姑峦溪出海口的水流强劲，人一旦落水就会马上被卷入大海，相当的危险。还有个安尼，天气几大好，雾米大啊，哈拉登多啊，要注意安全，不要靠那个住水口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不要过去。第二是给大家以安全来防灾。Ani ira tu kui tiaw fansal tu, kamera nak mah anu fai. Tini ka ayau. Ini tu tini pihak kau tini tapi nak tini cara alu. Ani rera kerariar hal. Tanya nak ker kita. 搜救李姓男子任务仍然持续，不过到傍晚仍然没有发现。海巡八二大队呼吁寒流来袭捕鳗苗的民众增加，为了确保自己生命安全，从事海上作业时要随时注意海象及风浪。记者法务花莲丰滨采访报道。好，继续要带你来看的是长荣百合国小重返大社部落，举办了2天1夜的部落文化生态学习之旅。随着部落长者带领，长荣百合学生跟着吟唱，叙述大社部落对外交通和攻防重地缺口。加迪巴迪巴丹，2天1夜重返山林，就是让学生学习祖先的历史跟山林智慧。在文化的意义上，很多老人家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在自己的旧部落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上课，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的画面，我们希望能够赶快保存下来。老人家有一句话说：“努生而立的的人用阿皮那个软那路给吃不了这样子。”如果说水会有思念，它的路，所以如果说你看把它封住了以后，把它弄盖房子，已经几年以后。就来了那个，对，所以哈，祖先说大自然有他自己的生命律动，要学习尊重与大自然相处。小朋友这一趟部落巡礼，也让他们看见大社部落不断传承下来的历史。还有告诉我们以后怎么狩猎，以后怎么绑陷阱那些的。部落的夫妇给我们讲故事。是啊，什么故事啊？那个以前大社的那个八八风灾的故事。还有那些图腾的那种。这趟山林学习之旅，小朋友除了听到看到山林知识跟了解部落历史，他们也投入整地开垦。八八风灾后虽然迁居山下，但是走这一趟他们说好值得，还说以后希望能常常回到大社。记者歌舍屏东山地门采访报道。好，
关心主语来关心的是，世界上大约有707件种的语言，有一半的语言正在濒临的是消失的危机。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9年的报告跟国内语言的学者调查，在台湾10个原住民族42个语系当中呢，就有9个语系列为濒危的语言。语言的保存及传承工作是刻不容缓的。今天我们要带你来看的是纽西兰毛利人他们如何振兴族语，建立了在学龄前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的自主教育的体系，成为各国的一个典范。国行嘎六语言潮是毛利人所提倡的幼儿族语学习环境。在语言潮里，除了老师和孩子，也会有家长以及部落的耆老担任保姆。这样的组合，也就是希望让学龄前的儿童能够沉浸在像家一样的语言环境。I speak English, but my other two are fluent speakers. Darling, in the hall.Like Auntie City, you've just met in the other room. She is a fluent speaker. English is her second language. Māori's her first. See, Māori's my second, and English is my first. But I'm fortunate to be speaking both languages. Yeah. No, I speak Te Reo Māori. Yeah. Would parents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Yeah.Yeah, they're not forced to learn, but we encourage them. Waifetu 是在纽西兰一家袖珍型的语言潮，小小的园地里蕴藏着毛利的文化精髓，墙壁上画着可爱的山海传说，还有简单智慧的教材、毛利故事绘本，全都是要让毛利的孩童从小对毛利文化耳濡目染。比起大城市，外飞土的规模虽然小很多，不过却是历史悠久的语言潮。This kohana goes back 1973. It's a very long time. And then when we got government money, that was in 1982. So, and that's where we've got to keep up with regulations.Like a lot of the regulations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our culture, but we've got to work within the regulations. Yeah, otherwise our funding gets affected. 1982年正是政府推动语言潮的第一年，当时只有4家语言潮。接着几年，语言潮迅速增长。1985年已经成长了100倍，至今超过800家。每年都有几千个孩子进入这个教育体系学习族语，从数据上看来非常成功。语言潮成功的关键是小朋友每天早上从打招呼问候直到放学前的祷告，完全利用活泼生动的歌舞游戏等学习活动，不仅潜移默化传统的礼节与知识，强化了毛利语及毛利文化的价值观，更让祖孙家长融入语言的发展。真的，族语要怎么传承是全球原住民族人都在绞尽脑汁想的一个想法。而在国内呢，行政院民会开始推动了沉浸式的族语教学幼儿园第一期的示范计划，在102年的11月，其实已经遴选出各族有30所示范的幼儿园，目前呢正在进行族语教保人员报名的阶段。而这样的一个计划呢，教育学者一致是认同的，不过认为呢，原住民族乡幼儿园数就超过300间，现在只示范30所沉浸式的族语幼儿园，真的还是太少了。为了落实族语向下扎根，行政院民会开始推动沉浸式族语教学幼儿园第一期的示范计划，将原本只有在国中小才有的族语课程开始往幼儿园发展，营造学龄前幼儿沉浸式族语学习环境。在102年11月，已经遴选出各族30所示范幼儿园。而在课程教学上，将由校方与族语教保人员一同合作规划，将针对当地不同的人文、地理、历史等背景，研发不同的教学教材。用族语来讲我们一般课程的内容。那也有可能是把学生带出部落，带出学校，走到部落里面去，配合地方的人文、地理特色，然后再是文化、语言这样子的课程内容。
而这样的计划，教育学者一致认同，让孩子从小就有学习自己族语的环境，但认为全国55个原乡的幼儿园数量就超过300间，只是办30所沉浸式族语幼儿园还太少。每日都有以固定时数的那个沉浸这样，那或者是说半天，嘿，就是上午或是下午，就是整个那个时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原住民族语附振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课，将来即将有30所。那我是觉得说还太少，应该再全面的去推广。对这个计划是非常赞成的，因为它对于孩子从小。整个母语的一个保存跟传承哦，其实是非常正向的帮助。那所以说，如果能扩及到有原住民重点学校，甚至原住民学校的一些幼儿园哦，我个人是持正向跟赞成的一个方式。目前行政院民会正在进行族语教保人员报名阶段，3到7月将进行培训，9月份幼儿园开始实施沉浸式族语教学，目标将推展14族群族语的幼儿园。不过还有塞夏族萨吉拉雅嘎巴兰尚未设立，未来也将会逐一增加。就从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而另外，原本预计在这个月底开学的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学校，由于目前呢行政院原民会核定文还没有发出，所以现在筹备处呢没有来办法进行教师的甄选跟招生，开学日期确定要延后了。而行政院原民会表示呢，核定文最快在下周就可以核发，如果顺利的话，要到3月才能够开课。自民国101年行政院原民会部落学校设立计划，10年要设立30所部落学校。而宜兰县文教促进会在半年多来的筹备下，将于103年成为第4所部落学校——南湖大山部落学校。校长表示，原本预计1月18日正式揭牌，但由于行政院原民会核定文还未发下来，老师的甄选与招生便无法进行，开学日将会延期。目前我们是在等待，原民会的。公文核定以后，再进行老师的甄选，进行学生的正式招收的动作，以及我们办公处所的一些修建的部分。校长表示，虽然开学日将延期，但筹备团队已准备就绪，就等核定文一发下来，部落学校便能正式运作。而当地家长也都乐见其成，希望学校能早日开班授课。嗯，越快越好啊！如果说我们部落自己有部落学校，他们可以学更多，当然是很好啊。只是说，如果说设置在别的地方，交通的方面是比较不方便，最好是在本村这样是比较好。嗯，是非常赞同。目前台东卑南族花环部落学校、屏东排湾族大武山部落学校、花莲阿美族西兰阿散部落学校已在102年正式揭牌开学。民国103年预计将完成泰雅、布农、赛夏族3校部落学校的设立。行政院原民会表示，依照1年设立3所的速度，预计在105年达成14族各1所部落学校的目标。而面对泰雅族家长的期待，教文处秘书长表示，最快下周就会核定。102年12月19号的部落学校工作小组会议的委员，针对他一些小小的缺失给一些意见，那他们也把整个设校的计划做了修正，送到本会来。那现在就我们的行政程序完备之后，可能下周就会核定。校长表示，去年底已经陆续前往县内原乡学校进行招生，依招生的状况，有可能会超过一般30人的规定，最后会透过面谈选出第一年上课的学生。待核定文下来后，最快3月初，泰雅南湖大山部落学校便能正式开学。记者亚蹦阿利夫宜兰罗东大同采访报道。花莲同门部落泰鲁阁族人阻挡林务局将传统领域的林木搬走，有律师认为，依照原基法的规定，林务局必须要取得当地原住民族人的同意。休息下，稍回来带您来关心。
我们今天命名那个是我第三个小孩，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对我来讲的意义是在于，就是说那种家族的认同。我们在给一个小孩子命名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命名，而我们说我们要给他生命。我的一百件物最大音乐盛事，让你尽展潜能，用声音撼动全世界。第25届金曲奖受理报名，流行音乐类，即日起至103年1月10日，特别贡献奖报名至103年5月15日，详洽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官网。众星云集，鸿雁金曲，共话台湾音乐史上的崭新里程碑。好，继续回来带来关心的是资讯提供给族人朋友了。这是行政院民会开办的原住民微型经济活动贷款微笑贷，今年再度的上路了。可以贷款的内容呢，包括在消费的部分，有房屋装修、教育就学、出国留学、医疗费用等等。另外呢，还有生产贷款的部分，有购置生产的设备、租用营业的场所或是营运周转金等等，资金融通都可以来做微笑贷的。而微笑贷也分为两期来办理贷款消费用途的，第一期从1月2号一直到1月2号到2月15号，而在第二期呢，从8月1号到9月15号，贷款生产的部分是从1月2号到12月31号为止，提供观众朋友来参考，也请大家多多的留意了。继续呢，要带你来看的是呢，今年春节1月底，台铁预计在1月7号要开放春节东部干线的预订车票，而在1月8号呢，西部干线就会来开放来预订这个车票了。而台铁表示呢，今年加开了540个列次，不过对年年订不到票的花东地区的民众来说，还是很没有信心的，因为呢，依照往例要订座位的票回家，真的好困难哦。为了因应春节返乡车潮，台铁从1月28号起到2月5号共9天，全线加开各级列车总计540列次。东部干线包含南回线加开394列次，西部干线加开了146列次。另外加挂车厢的部分，全线各级列车共加挂车厢890列次。东部干线包含了南回线加挂793辆次，西部干线加挂了97辆次。我们总共已经目前排定了540列次的这个加班车，那其中呢，东部干线大概将近有加开的400班次。虽然台铁预计在1月7号开始预订春节的返乡车票，但是依照往年的经验，返乡的族人还是无奈的说，即使加开列车，网路还是订不到票，现场也买不到票，干脆就一路站到花莲台东了。就是网路买不到，然后现场就更不用说，对，只能那种短程的，很难抢，但改成开车回去哦。台铁今年和格马兰客运、首都客运合作，在台北搭客运到宜兰罗东，接驳火车到花莲，票价都比台北到花莲的自强号省了50%的票价，客运只要200元。另外，我们也在台北花莲间呢办理这个铁公路的联运，也就是说，从台北好到罗东是搭乘客运。再到罗东以后呢，再转搭我们的火车，一样可以很方便的来往返台北花莲之间。而原本要在2013年底抢通车的花东铁路电气化工程，因为天灾以及花莲到寿丰段自强隧道坍塌，还有光复到玉里间，因为桥梁也稀多，造成防汛期施工困难，预计在2014年6月才通车。不过台铁表示，前往台东的民众在小年夜会加开高雄往返台东的自强号，夜间各一列次。2月4号收假日加开台东往返高雄自强号夜车各一列次，由于是人人都要返乡过年，难免遇上抢不到票的窘境。不过定位完成后需要3天内付款，没抢到票的民众还可以碰碰运气。记者陈天赐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是花莲同门部落林务局运送高价蜂岛木事件持续的延烧。今天上午，同门部落的泰鲁格族人跟林务局人员也会同水保专家、学者等等，他们前往能高越岭台十四线十八公里处来勘查。因为呢，当地的居民担忧林务局在运蜂岛木的时候呢，有破坏水土等问题，于是就请水保专家、学者到林务局在运岛木的地点，经过专家勘查之后。后呢，并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过，对于在运蜂岛木并没有尊重当地的部落，林务局也表达抱歉。另外，在运之后，蜂岛木该如何来处理？族人呢，还是坚持要放回原处。不过，最后呢，要怎么来清除这些青岛木呢？明天立委也在会跟部落的居民以及林务局等单位来进行协商。好，我们继续就是要来关注，就是原住民族基本法从民国94年2月5号颁布至今已经9年了，不过相关子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制定。就像这一次的花莲同门部落泰鲁格族人阻挡林务局将传统领域的林木搬走，就出现了林务局认为他们是于法有据，强调他们一切合法。不过其实律师认为，依照原基法的规定，林务局必须要取得当地原住民族人的同意才是。林务局直接入山将青岛木运走，没有经过当地族人同意，当地居民认为不被尊重，提出山林资源要留在原地。即使在同门事件发生之前，去年10月高雄纳马夏区也是因为林务局在达卡努瓦里附近河川打捞到巨大的牛樟木，出动三具怪手跟大型拖板车将木头运走。当地布农族人认为牛樟木位在当地的传统领域，要求林务局把牛樟木留在部落，双方起冲突，但林务局表示一切合法。一级木当那个风灾发生的时候，我们林务局会去看有没有贵重的一级木，我们会针对贵重一级木来注记。或者是喷漆，注记或喷漆，这个以后不管是谁打捞到，我们林务局都有权去把它拿回来。那就这个案子来看，林务局说他的东西他可以拿，可是你又是在传统领域里面，那在传统领域里面，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按照原基法来看，应该得到部落的同意，族人同意。根据原基法第21条，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资源时，应该跟原住民族或是原住民諮商并取得其同意。但是在纳马夏布农族人传统领域并没有被尊重，林务局端出森林法做回应。依据森林法第15条，天然灾害发生后，国有林竹木漂流至国有林区域外时，当地政府需于1个月内清理注记完毕，未能在1个月内清理注记完毕，当地居民得自由捡拾清理。因这项法规，林务局顺利将木头运走，居民只好默默承受传统领域资源不断被搬运下山。再来，2005年，新竹尖石乡司马库斯泰雅族经过部落会议决议，把蜂岛榉木搬回部落进行部落美化，却被林务局控告窃取国有财产。司马库斯跟林务局缠讼4年，终于在2010年二审高等法院以原基法精神宣判司马库斯族人无罪，原基法成为法官判定标准，是中华民国史上头一遭。不过，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在原乡。加上这次同门事件，他们认为原基法并没有落实。我们希望同门的议题能够快速解决，我们希望林务局，我们希望泰鲁格国家公园能够真正的跟泰鲁格族做到共管。用个人方式，或是用协会的方式，因为很多有协会嘛，他只要是一个法人地位或是个人，这样去告，这样可以提出一个先冻住他，先不要让他处理，因为你不要先不要自己去。先不要自己去莽撞的去冲撞这个公务体系，先不要，那先走一个司法上途径。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年公告到现在迈入10年，但相关子法并没有立法完备。律师说，应该要尽快定出相关原基子法及管理办法。不过，相关子法没有到位之前，他也建议同门部落族人走司法程序，让法院来审理。记者 Mulas 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继续就要带你来到立法的一个机构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了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教育部要编列原住民族教育的经费比率，从原本的1.2%提高到1.9%。初审通过之后呢，还有待二读跟三读。立法院2号初审通过《原住民族教育法》，中针对教育部每年编列给原住民族教育经费，从原本的1.2%提高到1.9%。提案立委郑天才跟孔文吉认为，原住民族人口从民国87年《原住民族教育法》公布实施后，人口已经增加20%，为了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权，应该提高到2%。现在教育部花在原住民教育的比例，100年是2%，101年1.94%，102年1.87%。103年可能1.95%，都已经超过1.2%。你教育部凭什么说我还要维持现行的1.2%？我们原住民都是在偏远地区，这些原住民的学生很需要，该需要争取的经费，每次跟上面反映拖了好几年，这个操场跑道都还没修。原住民教育专款经费提升到2%，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要求，我觉得非常合理。然后你们的答案，你们的立场，所以维持现有条文，就不同意从1.2%提升到2%。这边谈到说，原住民已经有这个经费呢，已经补助到1.87%啊，经费1.87%，所以呢我超过1.2%，但是现在增加了，所以你才会自动变成1.87%嘛。那稍微再增加一点，难道有这么困难吗？目前的原住民族教育经费2/3由教育部负担，另外1/3则是由行政院民会负责。从教育部近年编列的原住民族教育经费来看，102年度经费是38.64亿，占总经费1.95%；103年度是38.84亿，占1.87%，都已经远超过1.2%，甚至在100年度还曾经达到2%。朝野立委都认为提高到2%并不过分，不过教育部认为若要提高到2%，需要再多增列2亿多元，将会排挤到其他教育预算，不愿让步。事实上，哪一边在已经编的这个经费当中再增加，就会对其他的产生排挤，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门槛，而不是一个上限，所以它我们定在哪里，它不会成为我们不能超越的。但是呢，它是一个下限，我们不敢说国家的经济永远我们定在二，它永远能够超过二。毕竟现在最多我们也只能够触及到2%。教育部强调，目前原住民族教育经费并未纳入体育署的经费，若是再纳入体育署的经费，早就远超过2%。政大民族所教授也认为，原住民族教育法从民国87年订定颁布之后，已经多年未修，若能跟着其他政府所推动的民族教育政策修法，才能符合民族教育的推动。那这个已经很多年没有修了，那我是建议说，因为目前就是沉浸式的幼儿园啊，或者是那个原住民的重点学校，这些都需要非常多的一些经费开展，那希望可以按照原住民占台湾人口的比例2%，至少要提高到2%，那象征国家对原住民的教育的重视。最后经过朝野协商，委员会决议以近3年比例作为平均值，达成以教育部编列原住民族教育预算经费不得少于1.9%入法。记者邓一夫巴扎克立法院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新闻题材或是建议要提供给我们，都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211-5800-581-600。感谢你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欢迎进入是开嗨的了。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潘王文斌，欢迎收看我们特别为东部居民所开辟的
东海岸之声的节目。那本节目呢是在每周四周五晚上的7:30到8:00，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东部部落原乡部落的一些大小事情。那这是原文会原住民电视台东部新闻中心所制播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针对去年12月11日呢，在史前文化博物馆特别为东部的卢凯族，也就是达玛部落赏啊飞舞的勇士这样子的一个特展呢，来做一个今天的讨论的一个主题。那这个展为什么会能够被我们讲的史前文化博物馆所卷选？那这个文化的意涵又是什么？它的特展的目的又是什么？对我们部落原乡，对达玛部落赏啊的角色，它又是有起什么样子的一个文化意涵呢？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了两位我们的贵宾来到我们现场。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这次的策展人之一啦，也是我们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研究助理刘少君。少君你好。来好，沙利嘎嘎布隆及古里吉兰嘎古，主持人各位观众晚安。第二位呢，我们特别要介绍来自我们达玛的部落的耆老哦，他拥有这个赏啊的身份的角色，他从年轻了到现在年长了哦，他还一直保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精神，荣誉的一个精神呢这个身体力行，然后那就是我们达玛部落的耆老，我们沙秀吴沙宝那么。观众大家好，我那个是达玛嘎哥，那个那个地步，我们那个的赏啊达玛。我们要进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则我们的报道。在达鲁马克部落族人的积极参与下，赏爱飞舞的勇士特展11号在国立史前馆正式开展，同时也邀请了纽西兰奥克兰科技大学电影系毛利师生的南岛语族歌舞交流演出。一个部落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去了解，所以才做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从10月开始展的时候，刚开始也知道有勇士，后来才慢慢知道有赏啊这样的精神，比较摒弃到头目贵族或者平民以外，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赏啊这样的精神，这是达鲁马克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这次特展主要是介绍东卢凯族达鲁马克部落赏爱的传统文化，也是男子追求的最高荣誉。部落若遇到救难，族人在山区发生意外或报信，赏爱随时待命并挺身而出。在早年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东西卢凯族亲人之间的重大或紧急讯息传递，是靠着达鲁马克部落赏爱身上配挂着导铃，沿途不停歇，快速完成任务。像我们去这边有姑娘。有人身上有手掉的，我说要去帮忙啊。然后部落的孩子全部用跑步，听到这个声音、这个消息就马上用跑步上去，是要拿最先到的是赏啊。赏啊为达鲁马克记忆附赠后极力提倡的文化。